妈给你放水，洗个澡行吗？睡多长时间了？刚迷糊也就20分钟了。那你接着迷糊啊。花钱呢，好好坐着。视频前有没有同款的？家里面有沙发就不会好好坐的，不是躺着就是卧着的。在自己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呗。妈妈，你搓澡可以，但是你给我剪个鼻子。为啥呀？因为你搓澡太疼了，你得弥补一下我。那我累还没人弥补我呢。咱俩一起吃吃鼻子呗。完了我掏钱呗。嗯。妈呀，我请客你掏钱。你这买卖做的一点不赔账啊。嗯，干啥呀？又换屋了？睡觉了呢，休息一下上。明天又得起早了。嗯，那7点呢？快点，姑娘啊！7点、8点睡觉。我要给他洗澡。我才不愿意搓澡，我妈搓澡老疼了。那不搓疼能给你搓下来吗？你轻点呗。说明你没泡透，妈妈泡透每次搓都不疼。嗯。你就懒得把窗帘拉上吗？那你觉得这样好吗？觉得挺好啊。星级服务，你给我点披萨啊。啥味儿的？一个芝士的，一个地瓜的。行。一不小心没看住，水放多了。我太羡慕南方小伙伴了，不用搓澡，不用冲澡。快进去吧。泡澡标配，支架跟手机。给他放一个电影看，要不然他是真泡不住。门铃响了，应该是外卖到了。这么速度，你要不要吃点？对。泡了得有20多分钟了，应该是能搓下来了。疼不疼？哎，不疼。泡吐了就不疼。来，全走吧。时间太长都有点凉了。放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吧。这回再吃吧。给你这个。我有这个。不好门上贴。暂停，说，灯顶能不能不粘了？开关上能不能不粘了？灯上粘粘贴，我看挺好看的。桌子上什么？你不说你给我买桌布吗？你买桌布，买桌布，该吃吧。嗯，我爸说买桌布我来贴的。那个粘贴印全清理干净啊！门上让他贴全粘贴，一揭下来顶上胶粘的。我都跟他说过不让他粘，他净偷偷粘。就你爸惯的你，真的。姑娘晚安。这门上面就是他贴粘贴留下的，今天太晚了让他睡觉了，明天让他收拾。以后能不能不那么惯着他，要粘贴就给买，买完可哪粘，然后你还不收拾，他也不收拾，就我收拾。我觉得粘挺好看的，你看咱俩门上一个都没有。玩嘛，等他再大一点他就没有这种爱好了。又洗了一大堆衣服。快10点了，媳妇睡觉。